至庸久不合，其肉白而浓少者，此气血俱虚，不能草运，而疮口冷涩也。我们呢发现一个气滞血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。黄芪呢，现代医学认为它有调节免疫、增强免疫力，在中医学里面它有脱毒生机、长肉的作用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